我帮你包个鸡蛋。萍萍可不可以就住在现在的病房？我也不赞成换病房。孩子小，换的环境不适应，对他胃不好。你放心，我去解决这些。我去解决。我帮你包个鸡蛋。护工就留下吧。你要上班，你的朋友也有自己的事，不可能天天跑医院。让你上班也踏实一点。好，听你的。